继续来关心艺文活动的消息。嘉义市书籍资料馆即日起伫特展区展出《精湛丁家听真君丁边工家》特展。听真君是嘉义市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艺术编织类技术的保存者。作品具有原住民工艺元素以及南洋风格，相当古朴典雅。边工真卡四界拢流露出作者的创作力。在嘉义县番路乡出世的听真君，从事丁编艺术活动，书生编织艺术张献平，真侪届拢得到国内的美术奖项。在去年系得定了成为嘉义市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艺艺术编织类的技术保存者。听真君时常关心时事变化，经常关心转化到创作当中。这一届展览推出将近二十活动来上届甲伊的十件创作，包括伫咧1999年创作的作品坚强，就是因为921地震重创南投，伊以坚强来自我鼓励，创作出更加好的作品。另外，九件作品嘛代表着不同年代的重要时事和创作的意义。这个特展区原则上就是希望能够展出在嘉义市具有一些文化资产相关的这些艺师们能够有一个展出的空间。那在开放之后，我们先展出了石猴，那从7月5号开始一直到明年初，我们会安排一位陈金军老师，那他主要的工艺特色就是以藤编为主。那陈老师在去年我们将他登录为嘉义市的无形文化资产，对于这个藤编的技术非常的精湛，那希望民众能够到史迹资料馆参观的时候呢，能够也来帮我们这些无形文化资产的艺师们加加油。嘉义市书籍资料馆对着推广传统工艺不遗余力，这一届展览活动拄啊好拄着暑假，除了会当欣赏着丁编的工艺之外，阁有学习的体验，包括着填写学习单、画画的活动。另外嘛，特别规划7月16号以及8月13号两场丁编杯垫免费 DIY 的活动，邀请着听真君老师亲自来教学。后面就会当体验到丁编工艺的机会和魅力。最新新闻，中国屏王小帅加以其彩虹报道。